主料：芥菜300克，豆腐800克，海鱼500克。辅料：姜丝、盐、油、胡椒粉。13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豆腐切成小块，用盐水浸泡待用。海鱼洗干净之后用少许盐散香腌待用，烧热油锅放入海鱼煎至焦黄，把软煎另一面。差不多的时候把姜丝放入，煎片刻之后倒入适量开水，大火煮沸约半小时，转中火约10分钟。将芥菜放入大火煮，待芥菜煮软之后再将豆腐加入一起煮沸，只需再煮片刻即可调入少许盐胡椒粉熄火。烹饪技巧：煮的时候小心别把鱼弄破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